会成千上万的死去，珠穆朗玛峰。Thank you.
没事吧？王元朝，呼吸28，心率85，血压140/80。骨折，上夹板，马上送拉萨军区医院。放松啊。哎，慢慢的配合一下，这样。好，起来。滑囊炎，内侧副韧带拉伤，偏止痛膏，1日4次。你们的最终任务是登上珠穆朗玛峰。珠峰地区零。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。后勤队，后勤队，你们。塔林，预计17时到达前进营地。等等，到达冰面缝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我们已经到达北奥冰壁，预计16点到。大本营，突击队，大本营收到，协部收到，后勤队已在北奥营地，出发，是大将。持续的大风暴，请你立即停止这次冲顶行动。我们有什么权利挑？只要过了大风口，应该就没问题。你不能意气用事，奉命前进。如果气象如你所说的那样，我们立即。站住！
不要死了。在一起没有啊，找不到了，你们最后的联络点在哪里啊？范武就登山的时候能歇。风速34米每秒。没有我的指令。你在说什么？听不到。他们怎么办？往上走。
有信号。是你吗？是我。怎么会有你的信号？现在准备搭梯子上岩壁。封锁会超过时间。收到，收到。云，你们千万别乱跑了。菊英，你怎么一直在咳啊？是肺水肿。你们把他扶持坐起来，给他起。你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在北啊。是我要求这么做的，你别怪他们说。啊？怎么好了？在我们之前的那座山。谢谢你让我看到你。做到的，我为你骄傲。吴副官长，我现在就要娶你，你要等我，娘子。